新史分署六十，被宝贝明夸一次，加十分，善解人意加五分，打游戏很优秀加200分，书卖悠悠，加十分，共度情感低潮，加十分。现在总共是295分。那满分到底是多少啊？什么？我要跟你讨论一下积分制，你过来。你看，现在我总共是295分，那满分到底是多少？还有每个阶段是不是能解锁一项新技能，比如亲亲什么的？哎呦，反正你都没跟我说清楚规则。积分上岗不是你一早提出来的吗？那我什么时候能上岗啊？到底？这位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在岗下过？哎，你是说我早就上岗成功了？要不，我们讨论一下积分下岗。